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。那今天是10月16号，礼拜五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台股今天开高以后下杀，然后呢做一次又多，那再来到接近10点45就开始一路往下。那这个在结构上叫做拉高做出货。之前我就跟各位讲过的加权指数的部分啊，我不是现在才讲哦，我都有事先预告给各位。这里都没看到，告诉你，这里事先算出来，对不对？13031，那这里我一直跟各位讲边拉边出，那今天会跌。我昨天节目上怎么跟各位讲的？扣高转折，昨天在这里，今天一样扣高转折，那下礼拜一呢，一样扣高转折，这个就是事先预算的技术。好，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，你看电视节目是要看预算的，对你才会有帮助。好，那你在做股票的部分，应该来讲，哎，参加一个投顾老师，你空头没有避开，那你参加投顾老师就没有意义了。那一般的分析人员，这些投顾老师的话，事实上他们都是追股票，追股票啊，带着你进去追嘛，对不对？那股票涨了一段，你再去追。那你这种操作模式在空头一次就挂，好，希望我讲的话你听得懂。那郭先生都是，你看我可以事先预告给哥，我就怕你做不对，对不对？这比讲，昨天节目上我是不是这样跟各位讲？10月15号讲10月16号，对吗？哈，加权可以算得出来，个股通通都一样，短中长线都一体适用，预算技术。我是短中长线波段一体适用哦，好，你以为我只有看短线而已吗？今天玉金光是这样，800多块就告诉你503会来，我是现在讲了吗？今天535，那我之前跟各位讲过，你手头上有一些高价的股票，好，比如讲被动元件、矽晶圆啊、手机零组件、IC 设计高价位的。甚至散热模组的，你一定要来找我，我请你卖在相对高档。那你玉金光之前来找我，今天不会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就不会这样啦、啊。那有一些涨很多的股票，比如讲最近很多人在讲这种股票，涨那么高，你在追，做股票不是追的、哦，不是追的哦，这涨很多，很多人在这里追啊，这一堆人在追啊。但是追这种股票才收得到会员，那我不会想这么做，我都是低买高卖，涨很多那是你家的事情。但是我会算出来，我会跟各位讲，有一些高档的股票，那在涨的过程里面，我可以事先算出来的，那你就不会见涨追见跌砍。来，3037，今天这里谁买的？那你有参加我 LINE A？ 我有跟各位讲过什么价位，什么价位？啊，今天最低83.4，对不对？83.4啊！我昨天你参加 LINE A 的里面，我都给你一整个礼拜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下验证，好，来，现在验证一下这个加权指数，你们看几个老师有没有眼睛看这里就知道了。好，那郭先生会算这个数字不是用单一技术，比如讲逐步 K 叫什么叫逐步 K？ 过前高，逐步 K 上上上下。对不对？啊，三关加双关加双，七转折、三转折、五转折，碎步 K、逐步 K 量能比、均线偏移，很多都不管。啊、哦，10月15号讲10月16号，我昨天告诉各位12885，今天最高12896，差几点？11点。然后低点12765，今天最低12750。那你用这种方式，你会避免你在这里买。我不是跟各位讲过吗？高档短线，高档短线哦，来，高档永远都是散户买的，日线也是这样，周线、月线，对不对？波段通通都是，那你要学，你就不会这种状况，对不对？750，我昨天讲765，高点896，885，好 ，OK， 就这样，来3406。老师啊，我没有索取，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 LINE 里面很多人哈，
然后呢，你有参加我都会给你哈。那这传真稿里面也会有，针对会员传真稿，10月15号讲，10月16号都在这里。自己对吗？玉金光556576，今天呢，玉金光最高573，这里就相对高档。那为什么会跌到这里？你会不会算？会不会算？我算出来，一开盘再跌下去，我就知道是536。我不能教你怎么去做调整啊。那重点，你不会买在这里。短线上你不会买在相对高，那波段你也不会买在相对高，甚至你在高档你会卖。来，这里叫各位投资朋友要卖，我在这里讲叫人家卖，这里外资在做调升到1000元，你会相信吗？你一定不会相信呢、啊。那我那个时候请各位要跑，你有没有跑？这纸都快要烂掉了，这不过3个月以前的事情，838。今天535，差300块，一张差30万。甚至除夕，你要爱人的母，你要爱人的你，8.9块的全值，我都告诉你，除夕日移出，7月22号除夕8.9。我没有事后讲，麻烦你去看 YouTube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一档一档讲，再来讲。玉金光跟各位讲了，对不对？那明天的玉金光，下礼拜的玉金光怎么看？麻烦你参加 LINE， 我给你好，或是你来学技术分析，我教你怎么去算。那最方便的就是最快的就是你这个礼拜天来学就好了。好，座位有限哦，尽早报名，额满关门。我先跟各位讲，我教技术分析人太多，我不想教。好，来一样哦，看一下3037。10月15号讲，10月16号，87.3，83.4，传真稿给各位看一下。10月16号，83.6，87.3，83.4，87.3，今天最低83.4，最高87.9，收盘83.7。好 ，OK， 这最高是87.9。我告诉你，87.3，最低83.7，这里差距4块多，4块多一张可是4000块，你有多少4000块可以输？我不是告诉各位吗？短线上，连短线上的高点都是散户买的，你学到你会在这里追哦，这里一定量价齐扬了。这里一定量价齐扬啊！要怎么教各位？我再教你一个好不好？麦克风不咖喱，我没看到后面，我会抓高点低点哦。我用很多特殊技术分析，不是用单一技术啦。来，87.3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么不能追，今天最高87.9。我有看到后面吗？没有啦。这是我其中一个技术分析啊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对不对？那之前星星我怎么跟各位讲的？这里叫你不要追，买在这里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算出来是93.5哈，好，93.4.5，结果呢，杀到70点几啊。93.5，这里都没看到。93.5，杀到这里，埋在相对高档，一定被断头。那断头价你会不会算？融资断头价你会不会算？最低杀到70.2，我是需要人家能避开风险，但是散户也不会领情啊。管那不管啊，那是你，随便你了、啊。反正周康够难玩。周康，哎、欸。我做空，我不是现在跟各位讲的，高档的时候我已经跟各位讲的一清二楚了啊，你们都没注意听哦。这附近，加权来的这附近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好，
那我已经跟各位讲了，小心这里会来，这里会来，这里是一定来的哦。这加权的部分哦，我不是现在讲哦。那这个是我会员幼幼班的程度，你到我的技术班、速成班来学，我一样可以教你。来，二四五四，联发科，今天最高695、697、676啊，老师，今天最低只到6680而已哎，但是起码会避免你在这里买啊，对不对？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哦，所以一般的投资朋友，你要怎么做就看你个人啦、啊。但是我会跟各位讲，你连高低点都不会算，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这怎么做调整？10月15号讲，10月16号，文茂怎么做调整？不用调整啊，不用调整啊。国巨啊，怎么做调整？会不会算8×0.618？356往上加，那8×0.38，356往底下减，就这样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曾经我的助理跟各位讲，老师你教了，你在节目上面讲的很多投资本都听不懂，你听得懂的话，今天你就不会是输家了。那你要学啊，原相怎么抓？怎么抓？以它为主啊，6块钱乘以0.618等于多少？往上加啊，那6块钱乘以0.38往底下减啊。瑞昱，对不对？381、373、372.5跟380啊，今天最低372.5，最高380，收盘374。问题我事先算出来。南电，南电今天就是一堆人在这里追啊。你看短线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那明天怎么看？好，来算加权，加权给各位看。10月16号讲，10月19号，啊，这怎么来的？想学你就来，反正早跟晚你是一定会来学的，因为你输个叫我们干啥行？你只能来催我。很多人很铁齿啊，宁愿输到没钱才来找我，那就是你因缘福报没到嘛。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啊，我教技术分析正道，我做投顾老师副业嘛。那现在在相对高档，叫人做工是够人玩呐、啊。因为在相对高档，一定要用力很多才可以收得到会员。那你参加个投顾老师，一年365天，每天都做多，不会达刚过年啦。那我算出来有高点，我会请投资朋友要先卖啊，甚至积极操作者做放空啊。然后呢，在高档空，散户就会干干价啊，这老师不会塞，甚至今天还有很多人，老师郁金光让你喊下来。我跟各位讲啊，503还不是低点嘛，还不来找我，那是你的事情。800多块就跟你讲，有郁金光来找我，你不信？联发科700多块叫你要来找我，你不信？那它未来会跌到哪里？你会不会算？我会不会算？废话，当然会啊，不会头剁下给你。来，联发科，我跟你讲，10月16号讲，10月19号，好啦，星星也跟各位讲，因为星星每天的成交量都几万张，有时候10万张。10月16号讲，10月19号，啊，短线上我能抓得住波段，我抓不住吗？懂不懂我的意思？那。你可以来学，你学了以后，我跟各位讲哈，我都预算技术，都直接算出来就数字，没有那什么废话啦，对不对？像这种，昨天就算出来就这样啊，今天算出来就这样啊，然后今天呢，星星是不是这样？低点一点都不差，高点差6毛，对不对？啊，联发科呢，高档差2块，低档差4块啊。啊，郁金光呢？高档差3块，啊，低档老师你低档差20几块，啊不，最大级数会不会算啦？76减56等于20啦，556减掉20等于536啊，你听好不好？听不不差，反正相信我你就来找我，不相信我的，你这一波，我先跟各位高档下来最少是
一两千点，倒霉是三千点哦。那你做多就随便你了。当你以后真的跌下去的时候，你看坏的时候，我就变转多了，因为我的技术分析是低买高卖啊。当高档我请人家卖的时候，没人鸟我，散户不会鸟我的啦。等跌下去，哇，郭先生好准，不好意思，散户都认同我的，我翻多。啊，为什么翻多？第一，我看技术线型；第二个，我会算出来。那散户相信我的，我就会往另外一个地方走。所以你要跟紧我的脚步，我是低买高卖，就这样，好，就这样，好。那今天一样哈，参加 Line A 的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送你一整个礼拜的热门股区间。那1700多档股票，你来上过我的课，你每一档都会算。我再跟各位讲哦，短线就是今天算明天的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讲，今天算明天的哈，来来来。今天我就会算明天。今天10月16号，我算加权，这一可以应用在期指。今天10月16号就算10月19号。今天10月16号我再算10月19号，这短线上的哦、喔。短线上例子，他解老师讲解啊，我不是用单一技术哦。10月16号讲10月19号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想学的，你一辈子受用。你只要会打计算机，我就可以教你，你就未来会变高手。不要怀疑，很多人因为来参加我的技术班，一辈子做股票，不可能见涨追、见跌砍，他永远低买高卖。那他呈现出来的结果是大赚跟小赚的差别。那一般的散户是见涨追、见跌砍，三走四赢丢，十走高停损，赌光输光，绝对。为国争光，就这样哈。那参加我 LINE， 赖着不走加一，送你一个礼拜的热门股区间。那赖着不走加二，就是你要来学技术班，好，你想要来学技术啊？那学技术班那个费用非常少，因为会来找我的不多啦。我很清楚啦，散户不太会来找我的，但是你就错，会来找我都是大资金的。这郭先生有一套。好，郭先生有30几年的经验，我会教你，你放心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好，光威十月的回馈粉丝哈，那赖着不走的活动，你写赖着不走私讯我，好，先加入 LINE 哈，那我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train168， 赖着不走加一就送你一个礼拜的热门股区间，赖着不走加二，你花一点点的费用，你一辈子受用，财富无穷。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好，欢迎回到现场哈。那我们再看看，我一直跟各位讲了一些所谓热门的股票哈，这是我在空哦。比如讲，好，联发科这都已经开始跌下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都开始跌下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有什么股票你要注意的？你告诉我它在高档的低档，利基。你告诉我瑞昱这在高档的低档，
好，你告诉我这个我已经空了哦，就赚了大概七八十块了。你告诉我它在高档的低档，这是翼龙电，你告诉我它在高档的低档。这叫双红，你告诉我它在高档的低档。我在高档我都会空它哈，来，三零六一这跌下来，这弹升上来，那注意看它是在高档的低档。这叫上尾，你告诉我它在高档的低档，就这样。好，当然我会告诉各位，你自己去做，那不关我的事，但是我就准备要垫他们。那有一些我已经空了，像这个我已经空了，我在高档空的，这个我已经空了，这我已经赚很多，这我已经空了，就这样哦，我都明人不说暗话，直接跟各位讲。那你看电视节目，大部分的分析的人都是每天告诉你，我已经跟各位严重警告过一次，在台面上只要在讲绩效。哦，他赚几趴又几趴，一年365天都赚钱，你小心一点。那郭先生呢？我只是想要救一些人，像这个，告诉你九几块要跑，星星，瑞昱告诉你400块以上要跑，易经光告诉你800块要跑，易经光告诉你800块要跑，联发科告诉你700多要跑，联咏告诉你320要跑，那你也相信吗？原相240几告诉你要跑，国巨420叫你要跑，南电147叫你要跑，文茂359叫你要跑，这前一波的就这样啊。探井耳机说的这话，探走拔架枪才把人。郭先生今天之所以当分析人员，是希望集结一些相信我的人，那我会把你教成为边高手，你未来你会低买高卖，一辈子受用。你就不会像一般的散户，三走四赢，丢十走高顶顺。我跟你走多高，我不需要在怕滚没高油。想要赚钱的，想要学技术，相信我的，我就教你如何低买高卖。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告段落。祝各位下礼拜一操盘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